由玻璃顶农会暨南大学附中学生共同合作，将玻璃顶的飞行伞、四季果、卡贝笋、绍兴酒等在地农产，以及观光特色结合做伙，建发的是农文创商品，包括有 T 恤、翠安护手霜，今年都再度得到南投县课程创作冠军，未来将会伫农会试卖，相关所得嘛将作为公益使用。暨南大学附中透过玻璃顶农会协助，将在地农产啊，佮有观光特色结合起来，发挥是农教育永续经营的目标。今年再度得到县级的冠军，学生说明创作的理念。我会设计成切半的百香果，是因为比较方便放脸那个表情进去，我觉得就是放表情进去会比较可爱。然后还有就是用比较属于就是插画的方式的手和脚，就是也是可以，我觉得可以增加它的可爱程度。这个九宫格就是代表三个意象，一个是街道、田埂跟网子。那么它上面还有一些埔里的在地特产，就是代表着百香果带你去细游埔里这样。因为我们去年的县级跟全国赛都是冠军，那所以我们今年埔里镇农会世建会跟那个国立暨大附中共同合作的十季果作业组再度蝉联县级的冠军的殊荣，这样子。学校真感谢农会辅导和支持，今年延续顶年县级冠军，啊，佮有全国一等奖的好成绩，在多元的课程学习当中，拢有真好的表现。所以我们的课程很多元，除了科学专题、创意发明，还有就是一些创意的实践。所以呢，我们像这一次在整个作业组计划的一个准备过程当中，除了符合所谓的有科学科技的面向、工程数学，甚至于我们强化了在文创的一个呈现。那尤其是我们的孩子都非常有爱心，他们希望可以透过他们小小的一个行动，然后透过他们实作的一个历程，可以将爱传出去。为了要培养学生学习社会关怀，研发的是农文创商品，将在农会来试卖，所得将作为公益使用。然后在未来我们课程当中也会有继续产出商品，然后也会继续透过募资的过程，然后去捐，去把一部分的所得去捐献给一些慈善机构，然后也可以就是在课程当中也可以加强暨大附中跟埔里在地农业的一些连结。学校表示，跨领域的研究学习和实际操作，让学生培养更多专业的能力和素养，对学生的未来学习成长将有很大的帮助。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